老板，嗯，忙着呢。啊，采购的钱，5680，报销一下。行，你先放那儿吧，等我一会儿弄完这个酒呢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咋了，老板？你打不开啊？来，我帮你，看我展现一下男人的魅力。哎，不是，哎哎，姐，这样老板，我就说能打开吧。来，老板，你赶紧给我报一下。多少钱？5680。5680。啊。转，不是老板，我这采购是5680，怎么就转了80呀？这酒5600，这酒不是你刚才打不开，让我帮你打开吗？我什么时候让你打开了？就你手欠儿，你没看着我拿纸在擦酒呢吗？你看不着吗？行，你嘎给我打开了，拿走吧。啊，别说我占你便宜，来，5680。我这老板，你这怎么了？不走啊？来，这边来呀！不打。行了，不是干嘛，老板？你看，我给拿爸妈准备这些礼物够不够？这么多啊？多吗？我还觉得少呢。不是老板，你真的要跟我回家吗？那当然了，那你不说了吗？要带我回家的吗？而且阿姨还打电话给你说。他想看看我，让你把我带回家，我都听见了。是，但是就算咱俩现在走的话，那也得后天才到家啊。我老板，我不想让你给我吃苦。我不怕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那行，那你换身衣服。我这衣服不好看吗？不是，你这衣服好看，但是咱回村还是简单一点，朴素一点，是吧？这个太高调了，对。那行，我换一个。啊，好。我穿这个行吗？啊，行，老板委屈你了。那有什么呀，我穿什么不一样？再说了，我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，对吧？啊，对、啊、那我们走吧。不是老板，开你这车回去啊？啊，这不行，你说我们村那个路那坑坑洼洼的，那你这车底盘太低了，它给你滑了，那不值了。咱不开这个了，好吧？那不开这个怎么办啊？你说咱一年就回去这么一趟，而且我还带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回去，是吧？那咱低调一点，不能让他们太嫉妒，是不是？行，那走吧。哎，走啊。拿东西。哎，老板，这等会儿咱俩换位置，我来开。我不啊，这么远的路哪想让你开呀、啊、你看趁现在天还没黑我先开，等我开累了再换你开，行不行？啊，行，开起来再累呀、啊、走出吧。老板、嗯、那个待会儿我兄弟来公司，你能不能假扮一下我老婆呀？又想占我便宜啊？没有，我也不让你白帮，有什么要求你随便提，行吗？行吗？那你说怎么帮？一会儿我兄弟来了，你给我点面子，啊，你没有太过分的要求，行吗？行，那我的要求呢？等我想好再说吧。哎，行。哼，小马啊，这公司规模不错嘛。是啊。我哥们来了，倒杯水去。哎，这是。啊，这是我女、哦、我懂了，秘书是吧？哎，等快去、啊、来，坐、哎、最近咋样？还行吧。喝水。哎，好。啊，对，喝水。那个工作还行吗？都还不错吧。不是老板，你干啥呢？好啊，什么，你俩在我面前秀恩爱是吧？不是老板，你真演的，你不是演的真一点吗？怎么样，真不真？忙什么时候走啊？你说1个小时嘛。行吧，那我问问啊。兄弟啊，那个我看时间不早了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不是小马，你什么意思？赶我走啊？不说好了一块吃饭吗？哦，对。那个我女朋友她减肥不吃饭。哎，那正好啊，正好咱俩去吃，还能喝点，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对吧？拿着吧，走着。什么情况？你敢欺负我老板是吧？你爱什么爱？这我女朋友，我俩说话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我都说过了，咱们两个已经分手了，你能别在公司里边闹？你是不原谅？你要不原谅，我今天就在这待着。
不，行，在这待着吧。哎，老板，什么情况这？你没看见吗？这我前男友非得要来公司闹和我复合。你同意了？你觉得可能吗？不是，那天天这样他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哦，有了，一会儿这样行吗？大哥，你能先走吗？我在公司我得工作，你让我考虑两天可以吗？我不走，我今天就坐这儿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奶瓶找不到了。哦，那个我问问悠悠啊，她早上喂孩子了。啊，老婆，那个奶瓶早上放哪儿了？孩子饿了，妈的又要喂奶粉啊。奶瓶，那个在厨房。哦，妈在厨房啊，你找找吧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接个电话。啥意思啊你？有孩子了？有啊，刚才你吵吵那么凶，我没来得及告诉你啊。你那行。老板，怎么样？问题解决了？还得是你。小马，我这有事儿了。你看，放心吧，好处当然少不了你的了。啊，这谁啊？这么眼熟？老板，我找你。怎么是他？下回还找我哈。不是，老板。啊？你套路我是吧？没有，没有。我。哎，来了，我的小宝贝儿，你是来接我？不是你吓什么了你？谁给你叫宝贝儿你？经理，老板，经理，你怎么开老板的车呀？我怎么开老板车？我送老板回家，我开怎么老板车？这，你送老板回家？对啊。对，以后马经理每天送我回家，这个工作就不劳您大驾了啊。而且我觉得你在车上睡得挺好的啊，以后就在这儿睡。我，哎呀，经理。那个老板，你看，眼看到夏天了，在车里多热多闷呀，是不是不适合睡觉？再说那蚊子那么多，咬了一脸包，你多不帅，多丑啊，是吧？是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。行，那我今天就给马经理一个面子。哎，是。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要给我答对了，你就今晚跟我回家睡，行吗？行。假如我是卖豆腐的，两块一块，一块多少钱？五毛。你给我好好审题，两块一块，一块多少钱？两块一块，一除以二，一除以二等于五毛。对，没错。是，他是回去睡觉的态度吗？你告诉答案到底是什么呀？我是卖豆腐的，两块一块，一块多少钱？一块不是五毛吗？就是五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五毛了。五毛。咋了？不是五毛吗？一除以二等于五。老板，老板，快吗？就是五毛。怪不得啊，马经理，你媳妇不让你回家睡，你俩就可上睡一辈子吧，你们两个。不是，老板，就五毛。